OK， 罗令，备，1、2、3，起。再补一张，一张。什么？可以。来，一，那个脚出汗了。出汗了没事。出汗了就感觉破坏的。再卷起来点。对。来，1、2、3。好。两张，一人一张。快快换一张。好。对。我的妹妹怎么？看这张洗出来了。上面跟着一个人在旁边都站着，半夜时候为什么要不激动？没有光了吧？我跳起来。对。哎，有时候我遇到巨来了，1、2、3。好。按，我喜欢这个，拿走。你喜欢这个，这个角度好。行。对，这个就没有后边的影子。嗯。就你说哪个？跟相机拍的，哎，这个光特别好，尤其是在校园。对，要是能换上校服更好。哎呀，这光现在就正好，这样。哇，这个光好亮啊！快！我们可以在这上面。我要别动。然后你们可以同一个方向哦。然后可以一前一后坐，一个这样坐，然后一个在后边。哎，对。等会儿我把光圈放上。他同意我同意。真的喝。可以的。然后你俩都那个表情上猛一点。哎，可以再来一次。3、2。哦，对，快选。啥？选我看，就选长的这个。选哪选？随便。甜蜜。你选吧，先你先起来一下啊。就这样子吧。啊，先让废片给我吧。关于这个沃伊的同学的这个演技，还有他的整个感觉，你们俩有什么看法？就是现在还能换人吗？他好像对我家苏御有点想法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就是首先，他演得特别的好，长得特别的帅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不是很喜欢他，跟他没关系。永宁呢？
莫仪老师啊，我觉得莫仪老师很稳，很稳重一个人。太稳了。对。我求我们两个戏了。没事，你要内心够强大，你就可以。我内心很强大。压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垫高个八厘米的那个鞋。你看他又高。把他压制住。又帅，演技又好。有一场是他看着苏玉的时候，我心都死了。我想，苏玉怎么办？真的吗？那一刻，哎呦，心有点凉凉，可能我已经是真的无比了吧。九六，你对莫乙的那个就是对戏的感觉有什么感觉？还挺舒服的，觉得就是互相给他能给到我一种刺激的感觉。当然，我们怎么舒服？当然，我们吴比老师给我很舒服的感觉，给我一种就是很不错的感觉，就是也能够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给你是舒服，给你是刺激，我给你就是很不错的感觉？我不是说舒服，我不是说舒服了吗？我说也是舒服了，很不错的感觉。你在说什么？因为有你看，我就是知道，所以我才不想说这个话。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你舒服，你说你跟他对此舒服。刺激得不了，舒服刺激对词，我说了，你跟他对词，你觉得舒服刺激，好，说明人家还是这个莫生气，莫乙同学还是气场好。我听服装老师私下反映，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莫乙的服装好看，对吗？因为我们一身的那个名牌，你是单纯觉得他名牌好看，还是他的衣服本身就比你长得好看？就他上一场戏穿了那个迪奥的衬衫，我没有觉得很好，但那个大衣我很喜欢，就纯白的大衣显得很。我也喜欢，那大衣是真好看，但是那大衣穿你身上未必好看。其实我是很适合大衣的，因为确实人胖。你知道吗？我相信我穿了那个衣服，但是其实没有比他帅，但是也差不多吧，对吧？应该也会让他有舒服的感觉。你看，还有几件衣服也都很好看。因为定妆那天你没来，都是他自己的吗？不是，他自己带了一部分，剩下就是剧组的那个服装赞助，几乎都给了他一个人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都给他一个人？因为他确实设定是有钱呀。我很有钱啊。你有钱，但是你非常接地气，你把自己往穷了整，这没有办法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你是有钱，但是你为了怕苏玉知道你有钱，你是在装穷，所以你没有好衣服。为什么想知道我钱？你为什么不可以跟有钱人交往？舒服啊？怎么不舒服？不舒服啊？什么呀？是什么叫小花？马蹄开花。马蹄开花。21。不小地球下表情，开花21。2826。2827。2829。你们酒没对上。啊，加两了这个。加到100。你们三。你是真的吗？能行吗？能行吗？苏玉泡温泉啊！看我站得很稳。不是，一会儿你趴下能不能爬起来？应该可以啊。就是这块相当于谁教我，你往这儿踹，你就往这儿趴，你一下这样趴下。凭什么踹我？对，玩的味道。我把那个挪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女的。